Hello， 星星。知道我今天来了吗？哎，我知道。慢点，慢点。我刚在上面问你爸，他们说，我说星星搞哪去了？他说应该出去摘菜了吧？找半天才找到你。对。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手机没电了吗？没电了，因为我在街上。你在街上干嘛？拿快递了。对。你呢？说我给你带回来吗？那时候你都还是没来。没来啊。在搞点什么菜？老样子哈。好。星星。嗯。这是什么？这核桃熟了吗？听说这个青的时候也可以吃，是不是？嗯，现在应该可以吃了，我也知道。啊？应该能吃了。真的吗？嗯。星星说这个核桃是现在熟了，我来看一下。听说青的就能吃了。这个会伤心。这个星星几天没见，又变漂亮了。没有。嗯、特别清纯可爱。这会脏手的。嗯，会脏手的。脏手的，我还没吃过这种青的核桃。听说，有一点点，都不知道能不能。这还不能吃呀。啊？这不能吃，你看。不可以的。不能，这不可以吃的。嗯。不可以。没味道吗？对。这还没熟。好吃。对，这还不能吃啊。对，那我听他们说这个核桃等到青的时候有的也可以吃了。嗯，对，但是现在的话应该不行。还不行。对。吃点白菜。你看今天我说不行，我来去买点菜。买点菜。我说晚上做点菜给你们吃。来得快，慢点，慢点。这玉米是你家的吗？对。星星点灯，照亮你的前程。哇，这什么？我们同时花，哎，不要的，你家接了苹果，你都不知道。苹果。去年都没接它。对。哇，这颗大呀。现在能吃吗？不能吃。现在有点事，你看这个苹果好大。青苹果、嗯、今年可以吃到自己今年才有的自己的这个苹果了。可以，这是不是马铃薯啊？土豆？哪里？嗯，认识。对，土豆。别的青苹果。上次他也带我到这边啊。你们家地多吗？地就只有这一块。哦，只有这一块。对。这边地都比较少。慢点，妹妹。今天我知道你放假。对呀、啊。对。我们15号才返校的。你今天想吃什么？你没想吃啥。啊？想吃什么？等一下我来买。你来买。我不想吃，不想吃。不想。哦。不想吃不行。你今天去哪玩？去县城玩了。就今天那个妹妹放映室，本来就我们是准备去哪了？田阳村。对，本来准备去爬山的，但是由于路上堵车啊，再加上有点晚，就没有去。然后妹妹后面就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手机没电了，是吧？对。这也不错，对吧？对。太远了。辛苦。不辛苦。今天山很漂亮。山很漂亮。够了吗？够了吗？等一下。够了。够了吗？慢点，妹妹，好几天没看到你的笑容了。对，你的笑容特别特别好。一二三，茄子，来个 pose。一二三，茄子。
妹，平时喜欢拍照吗？喜欢。等一下我来给你拍几张啊，最快的速度给你拍几张，好吧。妹妹性格特别好，真的很好的。这最近这周的学习怎么样？学习好，好好，对啊，咱们学业不能忘了啊。学了是吧？对。妹妹，这什么东西？这个。这好东西。就是那个绵羊，不是。羊角是吧？对对对，羊角。这个可以做成梳子。梳子。对呀。这怎么做的呀？这个要加工过。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做梳子，做梳子，还有牛角也可以。牛角，可以做个做过吗？我不会。你要想要下次我送你一个。啊、嗯？你要想要这种梳子，我下次送你一个。你现在有吗？现在没有。哇，我龙哥来了。妹妹。啊。经常来，哥哥给你带来几本书。啊，这个是。书。嗯。有。这是历史之名吧？对，这很适合你的。这个对，励志的，最主要他给你带一本这个。这是《红楼梦》，这个名字。是的。对，这是《红楼梦》。这个。这本书。这个我喜欢看，这个是《红楼梦》。你还喜欢看这个书？对呀、啊。厉害啊！哎，你上来。谢谢。恭喜。谢谢你。谢谢你。好，大哥。我想要这个买不到的。这很多人都说我把它辈分叫差了，这是我不能叫错。其实我是很高兴叫他啊大哥的，但是那妹妹叫我哥，我也不能叫他是吧、啊、我要叫叔叔，重新认识一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你懂吗？听不到就得听不到我们吃这个这个是不是不是哎呀妈的那下去吃走着谢谢哎妹妹你还给你拍几张站在那个拍照那小心我觉得不烂我等一下给你拍一个啊毕竟也不是爬着来妹一二三，下一个茄子。我相信叔叔和他闺女，估计没有。你们俩有没有在一起拍过照？我俩没有。听到没有？可能这么大他们还没好好合个影呢，我来给他们拍的。来叔叔下一个一二三茄子一会要过一会就出来了不需要去洗不用就直接就可以了原来这蟹的不需要洗的要等一会啊越来越蟹越来越蟹真的感觉吧俺不贵我要感觉我们挺有缘对我也觉得我们挺有缘分的对吧对真的是缘分不然不会认识的对吧嗯对的妹妹既然这么有缘那作为哥哥也给不了你什么东西我这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穿的这么
你看啊，用这个模式别晒了。你这太客气了。没事。好吧，谢谢。希望他能保你平安，是一份心意，知道吧？谢谢，太客气了，挺好看的。就是你送我这个礼物对吧？我挺喜欢的。你上次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要带你的，就是只有一些白菜。挺好的，我喜欢吃素嘛，我跟你说过了。也没有什么好的菜，要不我给你杀一只鸡。到底是杀只猪？鸡还是杀鸡？杀鸡。没事，妹妹要杀。你看这鸡好肥呀、啊。对呀、啊。又肥又大。但是说句实话，我真不吃，是不是？但是我就喜欢吃你们家的青菜。哦。你不是你想吃什么？现在请你吃。我呀。你们想吃的？就是想吃一些烧烤嘛。那我带你去吃烧烤呗。现在吗？可以。现在，应该可以。可以。那等一下我们去吃烧烤。妹妹是不是好久查了没吃烧烤了是吧？我要跟星星妹妹合个影，可以的吗？星星妹妹这么漂亮，我今天必须合个影，可以吗？谢谢你们，快点，可以啊。今天我又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叫二哥，很高兴认识你。来，我们一起合个影。好，来，一、二、三，茄子。好。哇哦！关键我都没合过影，哎呀，伤心。那你也来一张啊？好。来，妹妹，我们也合个影啊！一二三，知道我的口头语是什么？一二三，比心！耶、yeah ！妹妹，知道我为什么又来？就是说你跟我说我就来了嘛，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的笑容特别美，知道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种能感染，就是跟你在一起啊，我觉得我的心态真的。17，真是这样。啊，妹妹笑得特别可爱。那马上，我们去撸串。嗯，可以。我请你，好。好，可以。我知道你是一个天真善良温柔的女孩，真的希望自己能够配上你。如果你能给我机会让我好好的爱你，真的只想真心真意对你说。我爱你一定爱到花都开了鸟儿把歌唱爱到牛郎织女。你吃过这些吗？这什么东西啊？就是我小时候经常吃这些，就是挺很甜的。很甜的吗？对，你尝一下吧。好喂。妹妹给我摘的这啥玩意我也不知道，还红彤彤的。很甜的。还可以啊，又酸甜酸甜。在哪里？在这上边。在那边。谢谢啊。哎，你在干嘛呢？哎，这是这位是我哥。哥啊。对。你们